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有关于圣经翻译的问题，因为翻译并不是直接从神来的，而圣经的原文是直接神所默示的。所以当翻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经文这样翻，那个经文这样翻。所以我跟大家举个例子，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的。所以我们有请我们教会的陈玉俊传道。好，这是我们教会的陈玉俊传道。我举个例子，他是我的好兄弟。假设圣经是中文写的，然后呢，圣经就记下陈玉俊传道是我的好兄弟，然后就翻译成英文，就会写，然后他们就会翻译成陈玉俊是鬼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兄弟也是鬼的意思啊。或者是他们也可能这样翻译，陈玉俊是我好兄弟，翻成陈玉俊是一个大流氓。为什么？因为兄弟是流氓的意思啊，好兄弟，好厉害的兄弟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同一个语境，一个词有三四个意思，可是你要看上下文去翻译出来它真正的意思。所以我告诉你，陈玉俊传道是我的好兄弟，就是我的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，而不是鬼或者是大流氓。好，你可以回去了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文化基础之下呢，让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。约翰福音16:8-11，和合本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他们就不再见我。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你知道吗？中间出来那六个字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在原文圣经并不存在。对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请看现代中文修订版。他来的时候，他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、对于义、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，他们对罪的观念错了，因为点点点点点。你知道吗？自己责备自己应该翻成观念都错了。天哪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。你看，我们再强调一次哦，和合本，约翰福音16:8-11，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其实是跟圣经，你用其他的平行经文已经解经，你会发现根本不应该这样翻译啊，就很像好兄弟，干嘛要翻成鬼嘞？其实你看哥林多后书4:3，在和合本自己说的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保罗教导我们效法他，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。如果你不论断自己，你要怎么自己责备自己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真的不是翻自己责备自己，不要再自己责备自己了。你如果觉得你犯了什么错或怎么样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对你说，请你不要自己责备自己，不要落入善恶树里的问题里面。你不是决定这一切的，神才是决定这一切的人。好，下一位。马太福音11:12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去，努力人就得着了。相同的一样的问题，这里翻努力进去，可是你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很快带过去哦。新译本怎么翻译？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，直到现在，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迫人弃取，把它企图把它夺取。你知道，天国是努力进去，那个努力那个字确实可以翻努力，可是你去看上下文，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迫人弃取，把它夺取。他在讲的事情是天国遭受努力的攻击，猛烈的攻击，而不是天国要努力进去。你看现在中文兄弟们怎么翻？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，天国一直猛进，强迫人弃取夺取它。你有发现？那个努力那个词，其实是来形容天国的猛进，或是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。而后面写强暴人企图夺取他，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，不是翻努力人就得着。你要去看上下文，你知道马太福音11，你再往前面一点看，你会发现施洗约翰被砍头了，所以才要讲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。这边在讲的事情是，你看传天国的施洗约翰被砍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经文，不是在告诉你要努力进天国。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，腓立比书2:12，和合本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我要怎么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？难道我要恐惧战惊才会得救吗？请看下一个经文。新普及本告诉我们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向来遵从我的指示，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更要如此，你们要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，并要带着深深的敬畏顺服上帝。这边告诉你的事情是，不是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你已经得救，你是要努力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，你已经有成果了。 OK， 好兄弟就是好的兄弟，不是鬼或者是大流氓。我们再看下面，
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，当代中译本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你们当学习服从的榜样。既然当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你们常有一颗顺从的心，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，你们更要如此了。你们要战战兢兢的为已得到的救恩谨慎生活。这边告诉你，救恩已经得到，你已经得到了，不用好像要恐惧才能够恐惧声音才能够得到，你已经得到，但是你要为你已经得到的救恩把它活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了解，好兄弟，他真的请翻好的兄弟，请看圣经的上下文，已经解经时代的背景。让我来为你祝福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在一些文化或错误的翻译里面被捆绑，我们要在真正的自由里面得到祝福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，让我们真正进到上帝真正的心意里面，是上帝的恩典祝福释放人心，使世人因他都得救都蒙福，把这美好的上帝传给这世上的每一个人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